毫不夸张地说，土豆丝你像我这样做香辣爽口，一上桌就被抢着吃，而且做法还超级简单。我买的是黄心土豆，先切成片，然后切成均匀大小的丝，再放清水里冲洗几遍，水开后下锅煮一分钟再盛出备用。另起锅放点肥肉煸出油汁，再放蒜和干辣椒，倒入青椒丝一起炒出香味，随后倒入土豆丝、蚝油、生抽、盐，再翻炒均匀，最后锅边淋一圈香醋，翻炒两下即可。喜欢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